各位企业先进，大家好，欢迎点选中小企业简易资金管理工具操作例题。接下来的操作例题是针对销售所设计的例题。范例一，6月2日卖了一批螺丝钉给金好赚公司，收到现金5000元。首先进入日记账管理工具的页面，在日期的部分，请点选西元2012年。六月，接着点选收入，现金收入。在范例一的部分，我们知道这是6月2日进行的交易，所以点选2日。编号的部分您可以自行输入。在项目种类的部分，请点选销售。项目名称的部分，请点选现金。项目细项说明的部分，请点选内销商品的收入。总金额的部分，我们知道是收到现金5000元，所以输入5000元。在说明的部分，我们知道是贩售一批螺丝钉给金好赚公司，所以说明的部分，我们可以输入贩售螺丝钉。给金好赚公司，确认无误之后，请点选确定储存，储存成功。我们可以点选日记账明细清单的部分，点选6月，就可以看到刚刚输入的这批款项哦。这样，这笔输入款项就算完成喽。